台湾设计展二十四号开始，将要伫嘉义市盛大举行，由嘉义市政府特别甲台铁局、台湾设计研究院三方合作策划，邀请到知名的 Jimmy Food Peace 主理人林吉米来亲自走访嘉义，设计出代表嘉义经典气味的台铁便当。台湾设计展期间，将要伫嘉义火车站每天限量贩卖，和旅客来到嘉义市坐设计展，也可以当享用到嘉义风味的便当。以嘉义在地的食材作为主题，严格来挑选着嘉义酒厂的高粱酒或在地的梅精，制作口感真特别的火鸡肉温料，加上香公公的油葱酥，配上火鸡腿肉，更有嘉南平原出产的在地蔬菜。这是由嘉义市政府和台铁局、台湾设计研究院三方合作策划，共同打造独家风味的台铁便当，将在台湾设计展的期间，在嘉义火车站限量来销售。是运用了哈我们嘉义哈这个美食的一个底蕴哈，而且这边包括阿里山和嘉南平原的各项特产食材啊，那经过啊我们的主理人啊林主理人 Jimmy 哈他的精心的一个规划，那做出的一款特色便当，那希望大家啊这个在台湾设计展在嘉义的这个策展期间呢，都能够搭台铁来我们嘉义来看展览，逛嘉义吃美食。那我们今年的展场，火车站刚好是中心点那由车站出发，我们透过空间的改造，让来参观台湾设计展的全国的朋友们可以体验到嘉义的美学、嘉义的温暖。那另外，我们也透过台铁便当的限定款的便当，可以品尝到嘉义的好味道。设计无所不在，设计能够带来更美好的明天。谢谢台铁，谢谢嘉义市。邀请 Jimmy Food Place 的主理人林吉米亲自走访嘉义，设计代表嘉义经典滋味的台铁便当。嘉义市长吴秉辉热情邀请民众到嘉义市坐台湾设计展，享用上代有嘉义味的台铁便当。把云嘉南地区的这一个谷仓的新鲜最好的食材，用最健康的料理，还有加上在地特色，这一个酒香，我想这也代表着嘉义高粱原乡就在嘉义市。我觉得种种的就让它这个韵味，它是非常丰富、非常健康代表着嘉义的精神。我想今天听说在设计展期间会限量的供应，我想这是独一无二的，来尝一尝跟嘉义鸡肉饭别有风味的一个台铁便当。酒香茶韵代替便当，配合着自2021年台湾设计展在嘉义市正式开展的期间，对12月23号到明年1月7日在代替嘉义火车站的进站，代替便当行动餐车，每天限量来供应，要让来到嘉义的旅客不只是会当坐嘉义市，阁会当食到上界在地的嘉义味。最新新闻，张庭生、王秀山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